咱俩这有合格证，咱用的东西得有，大家伙吃都放心。所有的东西，那还都在这儿，面包糕，然后看酸灵明。等于说是安吉的，全部是厂里的分割肉。现在因为是食品安全无消失，这是最基本的。对对，主要大家在保证大家吃这个东西，它是新鲜的。然后这五花肉都是这标准的，是这五花三层。这都是好五花哈。那你看咱这好五花，这边的层次都比较好看是吧？吃肉口感也好啊。您这个也不上称称，就是一碗十片儿，十片肉，大约大小均开是不是？大小均开，基本上都有个干了年多了，这都知道有多少。像咱这肉随便就吃了，订了完了，我现在都这散户有的不接，现在一般接不上，都预定。大哥，你不提前预定，那现在主要团购厉害呀。对，现在我们都加班加点。现在您这几碗肉卖多少钱一碗？30。这一碗里都是十片肉，十片肉。我这个是多年老店。您这个摊开有多少年啊？20多年了。哇，过去咱不起。然后都大家都知道，一真空，他等于说一抽空气，他这个食品会收缩，所以俺不能减量。俺等于说是过年呢，俺家的肉全部加量了，这回看，等于说是加量不加价的，这叫对，加量不加价了。你为了大家过个，可以说吧，高兴的年吧。可以说给俺家所有的碗儿上全部摆的都是满登登的。你像这真的还是那句话，这不是人工切的，他不可能说一片照一片的走，是吧？啊，但是俺不管总体来说就是给大家不能减量。咱这现在一天能煮多少碗儿啊？能蒸多少碗儿啊？俺现在啊，等于说是，咱说俺那两班师傅歇，但是龙不歇，已经不停路了。因为为了保证大家找大家，过年了嘛，都吃上一个称心的东西吧，是吧哈？等于说是24小时转的这个路。这样你觉着方快，我弄个外地吧。对，俺走了有海南的、深圳了，然后有北京了，有内蒙了，重庆了，这等于说是郑州、北京是现在是主量。今天估计说还有几十家要往外地发。这是白搭，这是味精。这是老抽，老那个糖色了。像人家用量恁大，这芥菜一年都什么上万斤？最多腌过将近2万。哦，腌2万斤芥菜。啊。是的。俺原来老板给我整。这是俺的老吃货，这两个大姐，你看都是每年都来的。吃肉呢，大爷。不说，哎，要不好都不来了。是，要不好都不来了。这不贵啊。这点肉贵呢。哪大哥？这全部是丸子，这是。我这边啥人拿走？我让俺哥干活了。俺一直弄的是料汁儿。哦，这现在你上面弄，这是中午准备300。对，这就是俺家一天营业的数量。哦，一天反正等于说是就这多吧，明天再整新的。为了保证住好运输、好存放，然后俺家是先敷了一层这个保鲜膜，真空的比较好，好存好放。然后过年了嘛，咱家鸡鸭鱼肉啥都有哈。然后咱家真空以后。你吃完存放，它哪会不串味儿？昨天的人家都是吃点串味儿。啊，你这现在是来给亲戚人了？啊，给家里尝一碗。你吃到家口味儿咋样？
不错不错，俺都买好几年了，原来就是不管送人的还是自己吃的都是他家的，味道比较好，因为你看可多家儿去，哪有卖的有其他家了吗？啊，他都味好。对，这都是俺忠实的粉丝，要跟着俺十几年了。整挺好啊。这是一车，然后是往郑州发的。这一箱做多少碗啊？这一箱是24碗，这里边这是30箱，现在等于说是700多碗。现在准备发往外发嘞。对，车全部是刚刚蒸好敷好膜的，打真空，然后下午那一车走完以后，下午这一车准备发货。啊，这也往外地发的。啊。啊，恁家这个块现在有多少品种啊？现在有13个吧，等于说是有芥菜肉，有海带肉。然后有腐乳肉，有肘子，然后有酥肉，有丸子，有排骨，然后有黄焖鸡、带鱼。另外，俺家推出了3个素丸嘛，等于说是有面筋，有腐竹，有莲尖儿，还有八宝饭。然后礼品箱里边真空包装，就是说句不好听的，长途运输啊，或者啥，它也不撒汤，也不漏汁儿，随便就走了。这个包装袋非常非常不错。338。对。懂啊，有现成的不？现在有啊。给我弄4份吧。4件。啊，要4件。啊，这是个酥肉，你看全部冻实了。这2天发货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一点，但前2天这一个墙上全部冻满了，哥们儿一个月就是发货了。这都是真心，要不真心不会送这社会的东西。大姐，你今天吃的口味儿？不认识，今天那呀，这呀，你讲呢？这门儿口味不错，我今个专门要跑过来。这就是大家都说这好，咱不都说？咱吃咱开封的这口味是吧？对，开封人过节最喜欢吃口味儿。这是我要2个口碗，一个是芥菜肉31碗，这个是素的，是个面筋黄花菜末15一碗，馒头是1块钱一个，夹馍吃，这个是纯手工蒸的馍。这个口碗吃到嘴里软香，肥不腻，肥而不腻，蒸的而且非常烂，吃到嘴里软香，咬一口溜溜。这个是素口碗，是面筋黄花菜末，一般这个口碗店没有这个素口碗，一般都是肉的。今天我要来喝个素的。哎呦，我打掉了。这个素口碗吃到嘴里味道也不错，春节大鱼大肉吃惯了，弄点素口碗吃到嘴里软香，也挺好吃。这个素口碗吃到嘴里利口解腻，软香，非常好吃。这个口碗地址是在西环路2院北街边，西环口碗，喜欢吃口碗的朋友可以过来尝尝，味道不错。